大家好，我是小丑吉祥。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说，我是想办一个课程，费用呢是全面的，免费的。那呢你只是加我的 LINE 或者是 Telegram 通讯软件就可以上堂的啦。那我想说为什么我要办这个课程呢，是因为我有一个导人欢乐的心，凡事都是想令到人开心，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得开心是最重要的。那如果我只是看一些吃喝玩乐的片，就只能够治标不治本。个本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一个人的心中总有一些烦恼，有你说不通，所以呢我就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啦，我是会针对你的烦恼而给予你应该如何处理的心态。简单说就是对症下药啦。那每个人的烦恼都是来自内心心态有问题，烦恼自然多。那只要调节好你的心态呢，那你的烦恼就会减少的啦。那我对你说的处理方法，整体上是以改变你的心态为主，知足常乐，就不是说你没有钱使问我拿，我给了你就解决到你的问题，这个只是治标不是治本的方法，明不明白？那好了，你一问我一答，你可以连续问，我就尽量连续去答你咯。那我可能呢给一些是很普通的答案你，因为你是当局者迷，根本不知道你的答案就在你身边啊。我可能讲几句就可以帮到你咯。又或者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不同的，有人觉得我是怪人，我可能会在给到一些你从未听过的想法，可能就是这样就带动了你迈向开心欢乐的心态了。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想法问题了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啊！这个是我的座右铭。咁总之咧，大家有乜嘢唔开心，就可以下面 Telegram 我，或者系拉我，咁我就会放咗链接喺下面噶啦。咁因为费用全面噶嘛，我有时间先至系会回复，或者甚至乎我答你唔到，就会讲答唔到你，帮你唔到噶啦，啊！咁如果我呢個課程真係可以幫到人嘅話咧，我係好想持之以恆嘅。咁所以咧，我需要嘅係經費。咁我啲錢係喺邊度嚟嘅咧？又話個課程係免費嘅。好啦，問題嚟啦。咁咧就係呢啲人咧，就要你視乎你自己嘅經濟能力啦。有多餘錢就可以俾我，係當係 tips 咁俾我。我是收散紙的啫，是記住散紙。例如你是得一蚊十蚊是散紙，或者一萬幾千是散紙，或者是十萬八萬都是你的散紙，我只是會收你的散紙的啫。咁如果大家同我一樣有咁嘅導人歡樂的心態，解決大家開心的問題咧，我係希望大家係可以俾啲散紙支持下我自己嘅生活，因為我而家係失業噶，冇嘢做噶，知唔知啊？好啦，問題係，就算我正常有翻工，我都要翻成十個鐘頭喎。咁我翻十個鐘，可能得3至4個鐘咧，係可以幫到其他人嘅啫。咁當然啦，其實呢個都係需求問題嘅。解铃还需系铃人啊！咁咧，我就系冇宗教信仰，亦都系会尊重全部嘅宗教嘅。咁总之，你或者你系有心中有结，就可以 Telegram 我，或者系拉我，甚至乎你系有一啲唔需要暴露你电话号码、身份嘅软件，你系需要下载，例如系嗰只叫做 WiFi。ROE 或者是更加或者是 speaker 都可以的，那你就可以在下面留言，
然後我就會下載嗰個軟件㗎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就會再喺下面再聯絡你，我嘅 ID 係乜嘢㗎啦。咁跟住咧，係啦，免費贈送，贈送送免費，定係俾貼士省紙我得㗎啦。如果你係冇錢，又或者你對錢係好重視，唔會亂咁花一分一毫嘅人咧，就千祈唔好俾錢我啦。記得係唔需要俾錢我，白碎嘢。咁同埋咧，我想講我嘅課程，我俾你嘅答案咧，你係絕對係可以公開嘅。例如你身邊有朋友同你有一樣嘅心結，你就可以複製我嘅説話去俾你朋友，最緊要係幫到你朋友。咁你同我嘅對話內容咧，我係唔會公開嘅。點解我要用 Telegram 用 Line？ 就係要保密大家嘅身份咯，係咪先？我好注重私隱噶。咁如果咁，希望大家係可以將我條短片一直分享啦。我係希望可以幫到唔同嘅人，去幫到有需要嘅人，呢個係重點。究竟我有冇賺到錢，係咪從大家身上賺到錢係另一回事？明唔明白？我係可以去農場度打工，然之後咧就再幫大家嘅，只不過時間就會短啲咯。明唔明啊？好啦，最後一句。成敗得失，全是天意，隨遇而安是心得。多謝大家，麻煩大家將我條片一直分享出去，多謝曬，多謝曬。